咱就要做什么法会啦？做龙王参咯，水陆法会咯。你所上的经，都无一本比这个三思邪念功德力搁较悬、较大。三思邪念的，这个功德力啊，超多功德分上悬。三思邪念就是两种阿弥陀经，三做三拜三思念，但是内底加一挂块开示法门，所以这个功德力真大，像就讲，咱遮诶三思邪念都圆满讲照做，所以若是有人要过来参加这个三思邪念的功德，也过会着，也过好会着。所以啊，若是有人想要参加，你会使个啊，劝你来参加，吼。即卖来讲《八节心经》在这三十四页，昨暗讲到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漏事亦无漏事尽，者为止。这个无无明内底有无明实行无明。无明实的，对，无明行实，则名色六入，畜受爱，畜幼生老死，十二项的因缘，十二项的因，这十二项是因，但是十二项也是缘，也是十二项的果。所以这个苦啊，亲像那时间一点直直走，直走走到十二点，又是过来一点，所以这个叫做十二因缘。这个因缘中啊，若要讲，就应该爱搁再讲一个亲因缘、所缘缘、无间缘、正常缘。因为咱短短的这几暗的尔，无法度通啊来分析个遐清楚，这都就安尼简单来讲。即卖用暗对，无苦集灭道才讲起。无苦集灭道叫做四性法、四体法，会使讲。四体法就是四项真理，苦、集、灭、道，这五项、这四项啊，是咱要来修行，就要脱离这个苦。苦是因，是的，不对，苦是果，集是因，苦集，你要来灭了这个。苦的因，当然你要来修道，所以，修道是因，灭是苦，这四项叫做四性体，圣人应该爱修的，这不是干那小乘教爱修，大乘教也是同款爱修。爱拢总对着这个苦集灭道才受起，所以咱若要修行，若惊食苦的人，惊艰苦，迄个人修未成功。尤其是较早祖师，你甲看，建安咧修行拢真食苦。别当祖师安尼讲。
你若要修行，无对黄金上下做的迄、那个，无对遐做起啊，你修袂成功。迄、那个上下做的就是啥？很普通，就是黄金啦。黄金就是啥？就爱去种菜，爱去打肥压菜，爱去洗便所。你若无洗便所，你绝对袂当做祖师。所以，当然咱拢爱有一个苦，啊，才会去讲哦，就讲啊，要来修行用，袂用哩。啊，就苦有三苦、八苦，人类中有八苦。三苦就是六道中拢有三苦，苦苦、苦中苦，苦的中间又过苦，所以苦苦未了。这个苦、苦苦啊来，搁再来就是坏苦。物件有创造成功，一定有害一日。像咱咱遮老菩萨，大家若老来，恁敢无感觉讲较无自由？身体上加诚无自由，啊，食物件袂当好，像少年的时阵，遐尔有肉。啊，较早有一个我的师伯啊，啊，伊拢食少，饭底一碗啊，即马食食咧，啊，讲讲话，爱得碗放伫遐，人着个甲偷旁呢，去得一碗过来，伊手安尼共举，啊，夹夹个出去，嗯。后摆食老你就知，后摆食老你就知，有无？恁食较济岁有较有知影无？啊，老来啊，搞破病，逐项都无自由。啊，对，像我不算是咧讲，一个老伙仔啊。啊，叫阎罗王扭去，伊还要去甲抗议阎罗王啊！我要来抗议，我抗议啊！你要甲我扭来，也无甲我通知，一坐咧手就甲我扭来，互我代志拢无办，无拢无交代。搞干嘛呢？来来来，搞报官，你去看嘛，看有甲通知无？啊，现在有啊！通知三摆咧，我唔知啊，我都拢无接到。咱若无接到，会使抗议啊。你若无接到这三个人吼，啊，若叫伊有去，会使去甲阎罗王抗议。原来，我问你，你去出事的时阵，你喙齿好啊？好咯，当然好咯吼。啊！你甲几岁喙齿才咧烂？差不多四十外、四五十，遐喙齿都咧烂啊！吼，安尼你有认定啊？吼，喙齿烂个，就第一张贴甲你通知啊啦。啊，第二张贴呢？你去出事的时阵，敢有戴目镜去？去出世去投胎，无啊，无你几岁才挂目镜？我差不多五六十，吼、哦，五六十。安尼第二张贴你嘛有认定啊呢？第二张贴你也接到啊？第三张贴呢？你去出世时阵，你头毛是戴乌的去啊，白的去啊？我恶心心，吼恶心心。
啊，你几岁才白头毛？超过六十岁就一家一家弟弟出来啊！哦，安尼你三张都拢有认定啊，拢有接到啊，你安怎讲无？啊，无法度，无法度，无法度通讲伊。三张拢有甲你通知啊，所以各位同修，恁有接到这三张无？啊，若有接到，咱即马科技的发达，尤其是在老菩萨咧特别头毛遐啊。唔免学阮啦，若学阮，就爱流露起来，露起来拢无看啊！啊，你呢头毛会使去染嘞啊？你哦哦哦，啊目镜不卖挂，我怎啊有歪挂？啊，啊嘴齿去补补嘞！啊，即摆阎罗王，阎罗王咧派监察官啦出来要甲咱调去的时阵哦，嗯，啊人伊目睭嘛好好。啊，嘴齿嘛好好，啊，头毛都乌乌嘞。所以啊，老来啊，你若看到我头毛咧老咧白啊，啊，就真紧啊，念咪迄项病，念咪迄项病，啊。但是这个吼，恁来遮锻炼。啊，都上好就是这禅定啦，禅定，咱大家安尼坐禅，啊来念佛，安尼都自然会当医病，老会烦恼翻动，面袂安直直老去，讲袂安尼，啊袂安尼坐迄个，跟安尼，啊直直哭哭落去，啊。咱那是坐了会直直骨落去，迄个人真快腰脊骨酸，啊，尿毒、尿病、糖尿病，连咪都来啊。所以啊，坐都不算是坐，挺轻。啊，咱内底身躯有啥物病，敢若挺轻起来就真好啊。这一个，是安怎出家人拢爱坐禅，就是这个关系。所以讲，这个苦啊，有三苦：苦苦行、坏苦，物件会害，啊，一害咧，咱就感觉足无欢喜，啊，行苦，迄个苦。靠再过去呢，念伊搁再靠过来，靠再过去，念伊迄个靠过来，还行靠，袂断啦。